你要赔我钱，赔钱啊！如果你真的不想赔钱，那就只剩一个办法，我要用你房间。 干嘛这样来来回回一直做啊？神经病！这男的，我爸，这婊子，不是我妈。好了，不要拍了。我有亏待过你们吗？ 你的小心都等一下要来了，你不要这样叫人，很没有礼貌。哎，你那个来怎么不跟我说啊？我说没有就是没有嘛！你不要碰我！你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啊？如果我像你这样，我宁愿去死。一群烂人！